哎，我在这儿呢。白菜姐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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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白菜姐姐
哦，我怎么能忘了呢？我去给他煮热水喝。哎，别！每次白菜姐姐的病都是你治好的，水我们去上吧。嗯，你就在这陪着白菜姐姐。这样吧，二狗兄弟，你照顾白姑娘，我带他们去烧水。走吧，孩子们。好。平时精神头挺足的，怎么说病倒就病倒了呢？阿狗，阿狗，阿狗啊！来，没关系，都是老毛病了，你帮我按压。按一按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按一按就能好？怎么可能啊！生病都是要吃药的。家里应该有挺多药材的，你告诉我哪一个能治你的病，我去给你熬。我的病没有药可以治，我的病也治不好。病怎么能不治不吃药呢？我的病我清楚。我知道了，你肯定是因为生病了不开心，对吧？这样，我先去给你熬一服驱寒的药。在这儿等我啊！你快回来！那个炉子上还有点温水，先给白姑。她不补。她怎么了？晕倒了。晕倒了？白菜，白菜！白姑娘，你在这儿照顾孩子们，我带她去医院。